个名利体，所有的我啥也不要了，我真的能扔下。而且就觉得那真的是，都是戏楼，都是可虚幻的。你真的内心能一点角色也不设计，我觉得你就到达了。多多少少心会角色送你们一通，然后概念上你也舍不得吧，就是你舍是一方面，有时候你角色没空也行啊。你放下的时候别抱怨，别嗔恨，别嫉妒啊，别难受啊，或者是你放的时候你别情绪波动啊，这个也算这功夫啊。说哎，你难受可以，但是你没有任何情绪，所以说，搁你自己你身体的时候，你痛可以，但是不起嗔恨跟抱怨，那也算忍辱行啊，也算忍辱成功啊。问题达不到嘛。现在我们贪嗔痴慢也还很多，自私自我的东西还有，你没舍尽啊。你就从布施这一块你舍尽了，没舍尽啊。你可以布施这个手机，但不代表你舍了手机，就是你布施了，你都是觉得你布施了是觉得我要修行，我就是布施了，但是内心你对这个手机还是耿耿于怀，你没有心里边叫无挂碍嘛，你就是我布施了个手机，我只是反正说我也无所谓功德，哎，只是说呢，但是我只是我布施了个手机，不找我像手机像独占嘛，你没有舍得了无挂碍嘛，你要舍得说我不舍手机，然后这个手机在你心中一点点没挂碍，你死的时候也没挂碍，不死完也没挂碍，那是能感觉到的，你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挂碍呀。你不舍了手机，我是很多人舍得，但是他知道手机是多少钱啊，价值啊，很多东西都心里了了分，他有价值感的，他会，他就是那你不是手机可能行，不是个在一千万行，两千万行，三千万四千万就不行了，这就像那个出家人那个宅进出家人是贿赂出家人的，说一百万两百万收买的出家人说不行，两百万不行，三百万。我要出去了，说为啥不能再说了，心动了，三百万就心动了，心无挂碍的感觉，完全相信佛说，你真的信佛说，哎呀，真的是做得很彻底的。我们其实不是信，觉得哎呀，就是做啥也做不彻底，修哪一步也不彻底，是吧？布施也不彻底，持戒也不彻底，忍辱也不彻底，哪一步修彻底了？禅定也不彻底，智慧也不彻底，都不到底，继续吧。从哪一步走也行，你彻底了哪一步也行，慢慢修吧，总会遇到一些事让你深信佛法的，遇到一些让你不得不按佛说的做，总会碰撞你。你不信你就被困住了，不按佛说的你就困在那个维度里出不来，难受。这个事儿嘛，老师，不做也行，不做也行。你不做有什么难的呢？做有什么难的呢？都没啥，就是这里边这个绝招是或者是。你做也不做，你会慢慢会发现，你也不见得就了无挂碍，你只是做或者不做，你是业界这个事情无所谓。无所谓是对这个世界真的是什么也行，真的无所谓。无所谓那里边你有慈悲吗？你有喜欢这个世界吗？你的无所谓里边你压根就不想待在这里，那种厌倦那明明就是不智慧不圆满的表现嘛。你厌倦这个世界想离开不想待，无所谓啥呀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还不圆满，明明心态在正道上不圆满，业力还小程度行，就是还不是佛的有空，还不是佛的空啊，做的那个空性的正的安住在空性里边的那种状态，空性里边没有业力也没有喜欢，但是如如不动啊。事还得做，事就是你做吧，做吧，就这么反复的做不做不做不做，就这么熬吧。
做啊，这不做吧？你说你脱离，说你逃避了，那有什么呢？就是做了，问题往哪逃呢？是啊，你也没地儿挠嘛，就是。对，逃到极乐世界，也得学，也得做，也得不做。做事就是难，你说放下和拿起来都简单，但是呢，你这个事都简单，就是你在拿起来的时候，你看怎么拿起来，怎么做，就这个需要，它的里面有一些功夫啊，智慧。放为什么放？拿为什么拿？心中有没有痕迹？有没有挂碍？这都是检验自己的。而我始终认为，您说那个气脉是在身体上定力修，然后把身体修好了。心气不二，你看一个人开心的时候，神采飞扬，那气马上就充满了光明。我告诉你，一下子就转了。我极乐的时候，那个神啊，那个气里边真的是放光。你要多乐，我看你乐啊，我也跟着乐吧。是，你就像我在咱们的那边禅堂，我坐在台子上，你们坐在下边，有时候讲法，大家很认真的听，很清静的时候，你说头上唰那个光圈就圆了，就每个人头上有一个光圈，就像那天人啊，就像那个基督教里边每个人都有啊，不是说就真的不是，底下一片全是那样的，而且很清静，就像在天人的等级，就是。你这上面讲，他静下来了，气沉下来，真的就像天人的等级，马上就进入，那还又修了，但是十几分钟以后都没了，乱想了嘛，有的就丢了，他就乱想，你看他就打妄念了，月亮前修的，你看那禅堂乌烟瘴气的，都坐你看着吧，闭着眼坐着呢，都不知道冒啥的，冒黑烟的身上就，冒黑烟，他就是不知道修啥难受呢，他在那儿往出拍，就是那种，哎，他一般都是闻法的时候或者是清净的时候，哎，就大家这头上这个圈圈就圆，后边一个圆圈，就是那种光明啊就圆满，要么就是啊就这样乱跑就这样。就是这就像那火焰山，要不就呜呜呜就。你那气心气不二嘛？你说他得了癌症嘛？当然他要是高兴起来，他是不是气脉也是通？对，得了癌症，他身上有一层灰雾雾的病气，你能看出来那些病气。但是他要高兴那一刹那，那个病气有变化的。啊。就心理对生理影响很大的，但是他身上那个病气，他有变化，但不需他的脏器已经坏了嘛，不足以把他的脏器影响。如果他往生的时候很高兴，知道吧？他那些病对他下次投胎没有影响，他只是把那个机器已经坏掉，就机器拿掉，他就又去换个机器而已。但是他心里边难受，与投胎就有关系了。这个肉体影响不大，但是你的能量，你先修这个脉络啊脉，你的脉能转化到一定程度，能对你的这个。已经这个就是在三维角度形成这个物质啊，能有改变就需要能量等级很高了，而且很能量等级很高，还有很聚那个能量团，你才能自己给自己治病啊、调病啊，才能用得上。我觉得最起码应该进入那种灵光跟金光，转化到那个层次，可能就能调。啊，人家说走功德这个路线呢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能达到那个？对啊，完全可以。但是那种舍你就。就真的是，如果你着相的话，那真的走得像烈士，那真的是无所不舍。就像那会儿的大菩萨，连儿子、连老婆、连他妈、他爸全舍，那真的是要啥给啥。人家外道说把你儿子给我，你就直接就给了，给了也不要管人家做啥，那不空吗？啊，人家是卖脏器的，是还干啥的，你都不用想，那不空吗？你不跟他就在，就是挣往空性挣吗？就这个就太那个，就是很辛苦了，那真的是投身为火那种，就是，但当然那是慈悲了，慈悲空性双一体修嘛，就是把自己，你如果把你喂了老虎，你肯定是值不值得？我百灵还有点用的，那老虎有啥用的？那不释迦牟尼佛投身是，是吧？你肯定不干的，对吧？那老师，您说这个见地要扣到什么份儿上，才能是走这个功德这个？人家就觉得那哪个人家释迦牟尼佛喂老虎的时候也没有成佛啊，没成佛咋又能扣了？扣到那个程度啊？那不也得他就是辛苦？那也疼啊，也流血、啊。
他是到在那一个时代，就是很多人，就是他就那样，你说他傻也就是傻。那些人，他认为这些事情很正常，在一个宗教很正常的。你看那些印度修苦行的那些，我们现在人看到就觉得太可，就是这追孔啊，这身上扎那个东西，你觉得那真的不可思议。但以前修苦行的印度那些，那很正常嘛，苦行在火里边烤啊烧啊那些都很正常，拿刺扎啊那种，他不觉得，他就是那种修法。舍不了生界嘛，生界可难舍。你就算是你出了神，真的是这个肉体也舍不得，真的不舍得，跟穿山甲一样。这个身体真的很宝贵的，你练这个肉体，明明四大皆空，你练嘛，这个很难。我们现在就特练身体，现在是很练身体，舍不了。你投胎走了。身体这个机器也不消失，你后面每一世的身体都在那排上留下来一溜，哪怕是骨头呢也给我留两件放在那一排排的，一世一世的，幸亏是烂不烂生生世世都摆着的，哪一辈子也不是。衣服可以扔，你要是说生生世世你的骨头肉体能留下，很多人绝对留下的，我觉得极少数不留下，却挂在那里。释迦牟尼佛他说，六度，然后智慧是怎么修的？般若，他是最后一度是般若度。般若度主要是说空性智慧，就是你看《金刚经》啊，《心经》还在的，就是这一部分的内容了。其他经典其实也在讲，就是你主要是学经典了，般若智慧。就是，你看《金刚经》，空性智慧。比如你前边修忍辱啊，修啥，修布施、修忍辱，你要是没有般若智慧的指导，你就很辛苦修的。就是你就真的是牺牲啊，你就是布施，你就是失去嘛，你怎么可能是得呢？那布施这个杯子你就失去了嘛，是吧？但是你空性的智慧的话，你就等于是。返还到空性的般若智慧里边，按般若智慧，你空这个杯子空，就是布施的那个地方空，三轮体空嘛，这就是般若智慧。三轮体空的布施，你才那个布施才能圆满。就是三轮体空布施完，你就回到空性里面去了。如果是一个你也有，他也有，你这个布施就只是做一个善事，就是做善业嘛，这个世界的善业，慈善了做成。布施啊。要啥给啥，我好像不是那个感觉。我不喜欢那样修，或者说。你就是六度，每一度都修一点了。我就是我呢，有可能是什么？不走那个东西。我就在这件事儿上。我在这件事儿过去。行，这也行啊，哪件事过去也算啊。对。就舍不一定舍东西，舍三件嘛。哪件事不是三件啊？舍三件六道，你的身心都舍吗？舍和超越或者是过去，过去就舍了嘛。过去你能过去就是舍了贪嗔痴嘛，你过不去不是贪嗔痴慢疑犯了，我执犯了你才过不去嘛。你过去了还不是贪嗔痴慢疑舍了嘛，等于也是舍。舍离嘛，舍离它不一定是布施，身体布施其实就是舍，要是准确的讲，它这都是翻译的问题。其实是修布施是修舍，就是我们不舍三界想成佛嘛。你三界什么都抓得紧紧的，你不舍三界你想成佛？那佛陀当年的弟子离情趣，他是离了情欲嘛，他是先舍了情欲嘛，然后出家修行，他也算舍了一些东西，因为佛陀认为情欲是对人修行障碍最大的嘛。所以他直接让弟子先离开，我先脱离开，怕不然你成不了道，先脱离开，他就直接给你砍断了，就在形式上给你的，但是弟子们不一定在心性上舍，能舍掉，但是基本上跟着佛出家的大部分弟子在形式上砍断的时候，在心理上挂碍也比较少，他毕竟干扰少嘛，诱惑干扰都少。
但是我们是大乘道，你大乘道更厉害，你在心性上已经要舍三界，在一起不修行的时候，修大乘佛法的时候，三界已经都空，都是虚幻的梦幻泡影，一定要舍，三界都已经成梦幻泡影，否则你怎么出啊？你就这一个杯子不空也出不去，别说是，就剩一粒微尘，你不认为是梦幻泡影，你都出不去。你心想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你叫怎么真啊？你已经到梦幻泡影了，你还生什么气呀、啊？你还有啥过不去的？如果你不舍三界想成佛，那不是假的吗？那可能吗？那纯粹是想，借着成佛的名，在三界过成个名利情更满足而已，想获取更高的名闻利养而已，想名利心在作祟而已。如果在内心深处舍离三界，然后去成道，这个人在整个人的菩萨道修行里边很清净，你知道，他不会那么执着的。他已经当成梦幻泡影了，他只是说有觉受难受，说死了我也难受，哎，贪嗔痴慢疑有没有也去波动，但是他会自己降服的，哎，他所以整个的他的过程就成了自己降服自己的过程，贪嗔痴慢疑起来我降服他，我慢慢的让他平静下来，通过修禅定啊、念佛啊、持咒啊，然后呢抱怨嫉妒嗔恨起来，我然后让他调过来，就是自己不断的调心。他不会说是这个世界其他人的问题，他不会找说是都是社会的问题啊，你的问题，就是修行人的角度。他因为他已经把三界当成梦幻泡影了，他不能够心里边释然，是因为他有受为空嘛，受为空，习气欲望为空嘛，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是三界是梦幻泡影，但习气欲望受也是梦幻泡影，但虽然是梦幻泡影，你还是不舒服嘛。但这个不舒服就不断的瞧嘛，就各种法门都是瞧嘛，瞧就回去了嘛，这不就完了。所以修行最怕的是你自己，不管这个处缘来自于哪里，然后你自己内心充满了憎恨，充满了去找别人的茬儿，你自己难受了，然后骂他，这个就已经不在修行的道，连道位都不在了，就失去了修正，就始终跟自己瞧，始终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自己的。你三界既然如梦幻泡影，众生也是梦幻泡影，佛像所有的像已经不找了，那么是就剩下的就是瞧你的心性和习气欲望，习气欲望心态还觉受，就瞧这些了。你不是瞧别人的，你是瞧自己的，你才能成佛嘛。这是大乘佛法的修正。你过去一件事，你不代表都过去啊。我今天这件事过去，那件事不一定过去。你跟他过能过去，你跟我过不去啊，有时候是不是？他说你一句你无所谓了，但我说你一句你还有所谓的时候就过不去了，空不掉了。你的都过去才算，都过去才能算是过去了。你再说，哎呀，哪有过去的事啊？过去不过去，不都是梦幻泡影吗？过去再说，没过去你站在那儿说，这不是只站着说话不腰疼吗？心里还难受着呢，说哎呀那件事就不是个事啊，但是心里难受啊，那真你对你就是事儿，咋就不是事儿，你卡住了。我是说这个探讨怎么过这个事儿啊，各种法门不是，我忏悔一套，不是，就是你就是说从布施这个角度上讲嘛，我更习惯的就是比如说情欲这件事儿和老婆，我更习惯于比如说我布施情欲，他不一定布施老婆吧，是吧？你把老婆布施了，你情欲还在，没有用。那没有情欲，那老婆算啥呢？不是，不是。那不是个摆设了吗？摆呗，那但是你不一定非得在形式上。那没问题，老婆要愿意的话可以。儿子也舍了。老婆说你情欲都舍了，我就愿意跟你摆设，行啊。那都等得俩商量好呢，就我说好多事情可以吗？一定是一个老婆嘛，你说孩子，但是对一般人来说，当你情欲没有的话，你老婆也走掉了，就不跟你在一起是摆了，就形式也没有了，就是名存实是，就是名存实亡，也有可能是拖着，但是基本上形式上有没有都不重要，那已经舍了。我说那跟我没关系，我就说意思就是从本质上把这个事儿，不是说形式上我怎么搞这个戒律啊，我怎么戒掉它呀？你戒那个形式，我觉得到最后你那个根还没有。那当然根除了，形式上不重要，但是因为始终修行不是你一个人在修，比如情欲这件事，你又结婚，始终是你跟老婆两个人的事。你从根上断了，那就你从根上已经断了吧？
那你就算大菩萨了，那你请西施怎么搞也行。那维摩诘居士人家不五百个老婆呢，人家根上断了，人家娶五百个老婆，人家把那五百老都成都度的成道了，也行啊。你直接就娶五百老婆去度去吧，只要那五百个老婆愿意，愿意跟你这种民族师傅的这种在一起让你度啊，可以啊。那维摩诘居士不是人家是些那种小。行，挺好的，你就试些维摩诘吧，没问题啊。虽然没人说你不好，维摩诘很有钱的，所以养不起。那是把女儿养成德本。Thank you.